Kai 新的配色 Home and Away 在马来西亚已经卖完了。那我之后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们说的，看到最后我会告诉你们一个独家的消息。哎，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可能很多大马的 Kyrie Irving 的球迷都知道，安踏马来西亚呢，在上个星期在这个 TRX 他们的这个专卖店主办了 Kyrie Irving 第一代签名球鞋 Kai One 的新配色 Home and Away 的发布会。我很荣幸受到安踏的邀请去出席这个发布会，让我有机会亲身去体验一下这双这么漂亮的鞋子。那我去出席这个发布会的时候，我也拍了一些视频，当作是一个记录。然后在这边呢，我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最新今天早上我刚刚收到的消息，就是说 Kai 新的配色 Home and Away 在马来西亚已经卖完了，卖完，听清楚，是卖完了，在全马的安踏的门店都卖完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他这双鞋子是多么的抢手。 Kyrie Irving 的球迷也别相信，如果你们没有抢到这一双的话，那我之后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们说的，所以这个视频你们看到最后，我会告诉你们一个独家的消息，暂时还没有人知道，所以留守到这个视频的最后我告诉你。不过现在我们先去看一看当天这个发布会的情况， Let's go。开箱一下，其实这个东西其实里面就有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欧文密码，就是开扣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然后这边就很多欧文独特他喜欢的这些民族风的图腾嘛，噔噔，哇哦，很漂亮耶，这个颜色我很喜欢。这个是sorry， 这个就是 Dallas 季后赛的这个主场的配色，还有一个蓝色的配色是他们的客场的配色。我觉得这个你看，白色配上蓝色，还有这些绿色，很漂亮。大家觉得怎么样？它的这个有 Kyrie Irving 自己的欧文字盾，还有它的这个象形文字演变的这些欧文密码，它的 Irving， 你看看它的羽毛，这个也很独特。很漂亮。Okay. The journey is the reward. 过程就是奖赏。Mastering your craft is a journey. 我自己的那个诠释就是说，你要当大师嘛，是一个过程啊，就是你要像欧文这样成为一个像篮球这方面的一个大师。你就是要不断去努力，不断去历练自我，不断去尝试，
然后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 mastering your craft is a journey。 然后这些是他的四大元素，他自己的一个信仰吧， strength 力量、敏捷、专注还有速度，这些都是 Kyrie Irving 在篮球场上表现出来的一些特点。所以这个 mastering your craft is a journey， 然后 journey 就是一个 reward， 整个 journey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奖赏啊。按他也很有诚意了，就是让他成为这个，因为他是这个是他的第一代的签名球鞋，所以就他就让他成为这个 chief creative officer， 就是首席创意官，所以他基本上是全程参与了这个球鞋的这个设计，所以有很多他自己喜欢的这些元素都在这个球鞋上面。大家觉得怎么样？就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个白色这个配色，就是主场的配色。然后我们去看一看这个客场的配色，这个就是他客场的Navy 海军蓝的这个配色，也是一样，就像蓝色，然后配上这些很鲜明的这些粉色啊、绿色啊，然后还有这些暗的金色啊，就是很特殊，就感觉整体看起来就很特殊。然后还有这些绿色，当然我不是一个球鞋的博主还是什么东西的，所以你说实战的话可能需要一些人去穿了之后然后去做一个实战的测评。我相信网上也有很多啦，就我自己整体的感觉，如果你问我的话这个设计是蛮特殊的，我是蛮喜欢这个这一代的 Kai One 的这个设计，其实很不错耶。 Focus，我自己其实也蛮喜欢这些古文明文化的这种东西，所以看到它的这些开扣，它的这些从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这些密码哦，其实我觉得也挺感兴趣的。然后它这个logo， 欧文字盾其实也是有一些特别的意义。你看到这个其实是一个 K， 这个是一个 K， 其实，然后这个也是 I 十一号。然后这些四边其实就是代表了那几个元素嘛，刚才就是这些力量啊、速度啊、专注啊、敏捷啊。然后这个就是这边是代表他的父亲母亲，然后这个是他家族的根源，所以都融合了这些运动场上他在篮球运动场上的一些特点，还有他自己对家族啊这些文化的传承啊的重视，所以很特别了。我觉得这个都是有意义，就是对他自己本身很有意义的一个东西，充分的展示了他个人的风格。你看这个就是 Artist on the Court， 球场上的艺术家。那当然如果你球迷们你看 Kyrie Irving 打球的话，他在场上的那些动作切入啊确实就是球场上的一个艺术家。上脚之后感觉蛮舒服，就第一个感觉吧，第一感觉穿上脚之后就蛮舒服了。但是因为这个我没有办法去实战做测试，所以那个就要等球迷你们自己去测试了。但是我 first impression 吧，穿上脚之后你说如果用来逛街的话其实也蛮不错。
而且他这边脚掌这部分相对来说是宽一点的，所以如果你是脚掌是比较宽的话，应该会蛮适合的。很舒服。现在来这边 hip press， 硬上去，开扣。所以可以选三个颜色，黑、白跟紫。应该是白色的衣服，黑色吧？黑色啊。黑色，就是只能选一个颜色，对吗？只能选一个颜色。那就黑色咯。好，那我拿你衣服给他。OK。Special form designed by Kyrie。 今天是最后一天哦。是。之后就不能印了。哦，之后弟弟的佐敦入就是这样的字。什么字？他的好像那些古文字那样，象形文字，跟着他自己创造出来的。Nice! Thank you! Jordan Yap!其实很漂亮哦。OK， 刚刚影片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有一个独家消息要分享给大家，很可能安踏会在五月的中旬推出另一款最新的配色，它在马来西亚的那个数量会比现在这一次这个 Home and Away 更少。抢不到这个 Home and Away 的朋友，你们也不必太伤心，因为接下来很可能还有一个最新的配色。如果想知道更多的，你们可以守住这个安踏马来西亚的官网，还有他们的 social media。OK， 谢谢大家，拜拜。